鲜为人知的努力，不被看见的坚持，他们不被理解，却从未放弃。创造财富，引领产业，他们是乡村振兴稳步实现的坚实推手。他们是平凡世界里的英雄，他们应当被看见。我们寻觅三农创客，舞台之上共话三农，为英雄加冕。